所以，撕裂他们的手臂，听他们的惨叫声，多悦耳啊！ 想到火能够令你的喜好真是独特。哦，你见过我的女儿了，还喜欢他们的陪伴吗？ 再等一下。
友，我们不能每个人都去当战士啊，总有人得贩卖需要的装备。现在终于要大功告成了。
我想再听一个你以前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决定游泳横跨冰冻之海。我听说有美丽的人鱼在海洋深处游泳，我想跟他们好好认识一下。可惜我没找到他们，而且差点就淹死了。幸亏有群采珍珠的海女救了我一命，他们让我待在那里为他们煮饭，并且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。比如说，你知道脱光衣服游泳可以游得更快吗？哦，天哪，你脸上。